告状，害我被静香姐批评，看我这次不整整你。大壮大壮，我在地里挖到了一张古董椅子，你快来看看吧。真的吗？可是静香姐刚刚邀请我跟她一起看电影呢。哎呀，你快来吧，机不可失哦。就剩那张，你坐上去试试。啊，不愧是古董，坐上去真舒服。那是，有好东西我肯定会跟你分享的。真好。哎，我怎么起不来了？天赋，别别，你就留在这喂蚊子吧！哼，本宫就走了，没人会帮你的。Later。大壮，你怎么回事？看天不见人影，原来跑这儿来玩去了。静香姐，你快帮帮我，大宝用江湖帮我站椅子上了。这孩子又恶作剧。好了，你别站起来了。不可能，为什么这么偏的地方，静香姐这么快就找到你了？因为我和静香姐当时在同名看电影，我退出后，静香姐第一时间就看了我的位置。他不过是我和大壮一起装扮的小家。你看上面的小家具，随意搭配都很可爱。还能一起记录日常，分享照片，提醒纪念日呢。哇，这个好，大壮，咱们也绑定一个呗。其实大宝才骗我，那我到底要不要答应他呢？